kids and what you don't. I keep you boss lighter, fly across the globe. I don't ever wanna fight you, already know. I'ma make you shine bright, girl. Let me talk to you. 三位中有一位可以成功的当选班长，恭喜王迪，你成为了班长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十号班长王迪，我选的人是王吉卓。你是需要我的vocal 部分？而且对门面，而且你可以当我们的门面。终于齐了。万有引力，加油 ，Let's go！ 大家好，我们是万有引力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万有引力。目光所及，一切吸引。五六七，走！一，啊！你这是怎么？先别二，先别二，先一。一的是左右，二的是右左右左。步伐大小是最重要的，就大了容易乱。同步一点，团结一点，好不好？人多嘴杂，太嘈杂也不是件好事情。我觉得大家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。都睡到三点多了，大家都精神一下，然后认真跳一下。赶紧的，守卫，守的守卫摆一下，大家。班长王迪，他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去说这件事情，非常抓狂的一个状态。那 I mean all right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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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啦。好，有一个错。我内心很焦虑，然后我对班级的情况不是很满意，但是我有心无力，因为我中文不好。其实我有很多感觉和态度想表达给他们，但是我就是表达不出来。我觉得要不然不唱了吧，歌词都背不到。王迪班长有时候他没办法，就是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也好，或者我好多次看到他就是要抓狂，但是又不想对你们发脾气之类的一些状况，就大家对这件事情根本不重视，这种想法很不好。上午上完课我说了，赶紧咱们上去吃饭的时候就背词听歌，有几个人去听了？我想这个自我检讨一下。其实我也知道这个问题挺严重的，是思想态度的问题。由于我自己负责的这一部分的失职，我想跟大家说声抱歉。因为解开这个心结，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。这几天就抓紧时间好好练，认真练。我希望我们汇报演出的时候能给大家展现一个最好的我们。我可能是对你们期望太高了，不能说没有进步，是有进步的，但是还不够。从一个还不错的状态一下拍到原形的一个感觉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就很懵，可能和我们本来想的不一样。第一次面对这么多观众，这么多镜头，然后这么大舞台，我觉得看你们的表演没有让我被你们感染，我很怕你们是不是下一秒钟会出错。我觉得你们自己应该也可以感觉到，可以好好去找到原因，因为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。就是让大家又失望。我其实作为班长有点失望，我希望我们从这次的舞台激发我们的内心的一些东西，然后让这个团魂火起来。他们什么时候到我就会在这儿写上，今天要晚上七点来。以前我可能不太会当一个班长，然后所以可能公演的时候没有那么好，所以我这次要更加严格的去排练。如果他们迟到一分钟就做二十个俯卧撑。我很开心看到
这样的王迪，他有真的用心去带领团队，也有用心组织大家去练习。王迪班长这次的训练过程中，就他也变得更加的严厉，对我们整个训练也有很大的帮助。万有引力，班级能力只排名 AB 决，人选是李中青、李明阳。我到，不要动，你们中间可以两个再高一点，稍微再高一点点，对，这个样子是好的。我虽然是 AB 学，但是我同样我也是万有引力的舞担，这是我，就是帮助大家是我该做的，不管是否上台，这都是我们的作品。我和李中青在排练的时候不应该分彼此，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团队，就是呈现一个最完美的舞台。因为我们都是万有引力的一员，悲哀放好，然后就，但是身体要往这边整，一伸，身体也有一点，然后伸，不要做成。他们是被待定的 AB 角色，但是他们还会去帮我们其他的人去抠一下动作，然后走位什么的，这就是应该是我们万有引力的，一个团体的精神吧。释放天性，朋友们，来吧！这个真是最意外的，这是妹妹。看得出她有努力了。好，走。我下去打招。牛晨。我在解放天性的时候，那个不是真实的我。那个是一个假的我，对，真实的我是又酷又帅的。当我们八个人一起往前冲的这股劲儿，我觉得努力是看得见的，努力不是白费的。爱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恨不能相逢；爱也匆匆，恨也匆匆，一起都随风。狂笑一声，长叹一声，快活一声，悲哀一声，是一路生死与共。来到这里最幸福的最重要的就是成长，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，我觉得这是最有价值的。努力真的是可以让人看到的，你努不努力在舞台上就能看到这个结果。This is my kingdom come, this is my kingdom come.